看好的样子哦、喔。这看起来是很像。对。再继续一点，再继续一点。长得像桶神。很像啊，不是我了。有桶神啊，桶神。欢迎收看波波接地去。今天我们要上街来收集最废的特殊才艺，就是一点都不厉害的那种特殊才艺。像是什么？示范一个。好，空空的双手，我可以变出一个活生生的动物出来，变出一只蛇啦！我觉得我的好像比厉害。真的吗？我看一下。镜头 take 好，来镜头 take 好。哇，可以把手这样子凹下去。好，来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很恶心哎！这个算了。我会嘴巴会那样，就是拨一下，这样，这样，超无用的吧？无用之余，比如说舌头可以舔到头顶，可以扭曲。或者是长得像桶神，很像啊，不是我了。有桶神啊，桶神。动耳朵算吗？啊、真的会，真的会。你是练的还是本来就会？本来就会。我是练出来的。我觉得一直看别人会动很厉害，然后我就是想说，我要想办法动到那边。大学的时候搭捷运，然后我就在捷运上一直练。我肚子可以变很大。对，手抓。哦。那有没有任何你们尝试要练的特殊才艺？还是弹舌？因为我上西班牙文课，我真的很想。来来来。嘟嘟。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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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像吗？对对啊，对，来，剪不到啊，用力上去，加油加油，对，然后舌头伸出来，哎、欸，你舌头很长哎、欸，你舌头很长哎、欸，啊，不行，我是可以舔到这个尖尖的地方的，这是什么？哦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。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多奇怪的，因为我比较坏。正常人应该会这些吗？正常人会这个。你们两个都是 dancer 吧？你要跳舞吗？有跳过。哎、欸，跳过什么舞？芭比。你跳芭比？哎、欸，现在来一段，来，现在来一段。五六七八。他是动神。等一下，他刚刚有在跳舞吗？哎呀，强了你！可以很多女生都可以。为什么女生都可以，男生都不行？我自己练过，因为就突然觉得很酷炫。我们不行吗？没有。拜拜拜拜，圣诞蓝灯难过呀！拜拜拜拜。左右眉毛，你们可不可以分开？换来换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可以耶。要交换？他可以。他没有交换。拳头可以放到嘴巴里吗？没有这个这个。哦，所以是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？再继续一点，再继续一点。天吉你好吵！哇，等一下你手真的很大，你手好大，你手好大哦、喔，还是你吃我的？你们会不会用手发出放屁的声音？我会。好吧。他是现在最强的，你试试看，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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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叫小蜜蜂。哎，好像有。好强啊！可以用眼窝放屁。哦，有了，哎，鸽子窝嘞，鸽子窝。屁孩。可以吹啦。我会吹叶子吗？我会吹叶子，但你帮我拿一下。好啊，我去后面拔叶子。好、啊，什么意思？厉害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好棒啊！你可不可以斗鸡眼？要做法是不是？好好，那你可不可以斗鸡眼，一只留着，另外一只往上看？我是一个在中间，一个在那、啊、你动一下，哎、欸，好的样子哦、喔，这看起来是很像。对，好来，哦，你可不可以一只脚抬起来？然后呢，左手往后，右手往前，然后嘴巴张开说啊啊啊！莲花绳，
等一下，他舌头好灵活、哦。没有，我现在准备成为魔法师。男生在30岁时还没破处，就会成为魔法师。那真有一下特写嘴巴，真有。哎、欸，这真的有带入。舌头舔鼻子，嗯，感觉是舔菜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不像一只动物哦，你确定那是你的舌头吗？你们能不能够吃到自己？吃到自己的鸡鸡？哎、欸，快了！如果你有30公分就可以了。1、2、3，有想过被爱者家属的感受吗？好，下台一鞠躬。好了，好啦，不然这样啦，我们折中好不好？协力就是你碰他鸡鸡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之前在埃及待过一段时间，我在金字塔里面学到了一些法术，你相不相信？不相信。我数到3，这个硬币就会直接凭空消失。然后，各位朋友，我这手是空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，帮我后置一下，然后从我的口袋拿笔出来。好，给我一下。好了。没事，我要变出来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我跟你讲。就像我刚才这样子一样 ，OK， 笔纯空又出现了。刚才剪接的，没有要帮你剪接。我这手是空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我数到3，这个资源就会消失。嗯，好来哦，1、2、3，哎，是不是？袖子里啊？不是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发光发错了。好，在这边，烂死，在这边，烂死。啊，对不起，重点是钱不是饼。大家来哈一口气，哈，说啊啊啊啊哦，啊啊哦，哦，哇！那这边口袋，我看一下。六。其实我还有个特异功能，千景，比个6。好，我的脚来了。哇！用脚比，用脚比，好屌！OK， 我跟你讲，我还可以比嫩。啊，你会唱歌？会唱歌啊，那来试一下，来试，自己去，自己去，来一段。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。毒药是谁给？女巫很纯洁。我智商就是辅大成。陈明九问号。双手往前摆，双手交叉，双手往内凹，秘密好，来握起来。好，握好了，好来，我们先动动小指。好，快准备好了，全部一起动。好，这个时候跟我一起念阿布拉嘎，1、2、3，阿布拉嘎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得到天地之间的能量，然后把手转正，转正。